这是一个充满艺术色彩的时代，也就是所谓的艺时代。艺术是一种无形的美，就是因为这种自然无机的美影响着我们世世代代。艺术是被创造出来的，它是一种文明社会的进步象征，成为了人们压力下的推动力。艺术满足了我们很多方面的审美需要，使我们在社会中生活，对人们的精神领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人类以这种特殊的艺术方式，通过奏乐、舞蹈以及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象。今天的艺时代就让我们见识了现代人是怎么通过艺术表演，如奏乐、舞蹈以及歌唱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。这是由校园记者马一轩发回来的报道。